得吧？今天不是只休一天吗？哎呦！太多人了吧？今天不是只休一天吗？哎呦！他认为说他这样跑的情况之下，没有人知道，都没有人知道。那我们装这两只监视器装假的，看不方便，因为那边出去的话，你要走这条路的话，还要在那边等一个红绿灯。那他说太贵了的话，我们就给他讲说，那你这个是跟那个厂家去询价的问题啊，跟我们不没有关系啊。外送员疑似在社区的栅栏未完全打开的时候，强行进出，造成该社区毁损，警方依法受理。